欢迎收看我的影片，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登录回自己的 Blockman Go 账号。如果你的手机会自动保存密码，那都不必慌了。如果你的手机没有那个功能，那都要使用方法二了。点击忘记密码，输入你的。如果你有设置过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密保邮箱或密保问题。你可以输入你的邮箱地址，过后游戏会发来一个网址让你进去修改密码。如果你没有设置密保邮箱，都来到第三个方法，密保问题。这里是你之前自己设置的问题，回答正确后，系统会自动跳出一个视窗来修改密码。如果以上方法都没用，那你可以和你的账号说再见了，可以去重新注册一个号了。教学到此，成功的都熟熟开机就压压惊吧。